甜美笑容不使凝望着镜头，让粉丝看了差点忘了呼吸。周子瑜化起淡妆，穿起白色洋装，绑起高高马尾，粉红色纱质的头饰还增添浪漫气息。他这次的发型虽然还是波浪长发，不过却剪了可爱的空气刘海，发色也染成紫红色。站在花丛里真的是人比花娇，这短短40秒的预告就是要提醒大家 TWICE 要回来了。从去年9月到现在已经隔了9个月，终于要在6月推出新单曲。除了周子瑜，其他成员也纷纷化身为花之精灵，白皙皮肤搭上新的发色，在花园里漫步。但 TWICE 到了7月还将推出日文单曲。换穿白上衣，套上白布鞋，在墙上挥洒绚烂缤纷色彩，脸上身上也沾到颜料。不管是可爱活泼女孩，还是美丽花仙子， TWICE 就用充满青春氛围来一扫疫情时期的阴霾。东森新闻在台北报道。